巧克力。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？因为有一天，我们就在想我们的团名要叫什么名字。那个时候是我跟我们的鼓手在想这个名字，然后我们想说，这件衣服穿什么颜色呢？藏青色。今天吃什么东西呢？巧克力。然后我们的名字就定好了，我们就叫藏青色巧克力，是我们团名的由来。那我们今天呢是，就是其实这个团成立了大概有半年吧，但是我们之前就是不是这个组合，那我们就是多加了那个 double bass， 还有今天有一个 solo 长号，所以今天这个组合六个人呢，爵士六重奏是第一次在大家面前演出，对，那是不是要拍手？可以给我一个掌声。先带来第一首歌是《Autumn Leaves》，是蛮常见的一首爵士曲子，应该大家都有略略听过。那我们就要开始喽。Bye.